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 Jack 中医师。先告诉您为什么要看这个短片。脖子痛、颈椎病困扰着很多人，网上至少有上百种的运动拉伸方式，但是很多都不适合所有人做，或者是效果不理想。认真看完我尝试过几十种，并筛选出来三个最容易做但有好效果的三个动作，坚持一周后，你会发现的神奇，让你的颈椎重回20岁的状态。有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我的健康养生频道和其他的频道最大的不同是，我所分享的很多健康养生保健的方法都是通过我的临床实践有效我才分享给您。欢迎大家点个爱心关注，这样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很多人并不在意颈椎酸痛的症状，觉得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其实在临床中观察，我们不难发现颈椎病的危害确实不小，它会直接影响到人的大脑，引起头晕目眩甚至恶心呕吐的症状。如果颈椎间盘突出压迫到脊髓，会产生脊髓压迫的状态，比如会出现活动走路不稳、血压升高、失眠、烦躁等情况，有时还会影响肢体的感觉活动，比如出现手麻甚至运动障碍等等。请一定收藏好这三个动作，因为它可以真真切切地帮助到你。只要你坚持做，你会爱上这三个动作。第一个，收下巴。现代人开车看屏幕，脖子一直是往前伸的状态，当你不断地往前伸的时候，颈椎的弧度就会变大，椎间盘的间距就会变窄，压力会增加。重点来了，我们将额头和下巴成一条直线，把整个自往前伸，后面形成富贵包，都是先缩胸，然后驼背，脖子呢也跟着慢慢的往前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调颈椎，先调胸椎是关键。我们可以做夹背后伸的动作，我们用两手交叉放在背后，尽量打开胸廓，同时头尽量后仰，到最大幅度的时候保持5秒钟，放松。这个动作可以做30到50次。再教给大家一个绝招，当你脖子不舒服的时候，你不要再用手去按摩，这样既累又效果不好。其实你的耳朵上
就有一个放松颈椎的开关。我在临床上常用的这个点就是颈椎的反射区，你可以用这个耳穴贴，贴在颈椎反射区的这个位置，我们用拇指和食指进行按压，力度适中，在按压的同时，你可以慢慢的转动脖子，这样一般2到3分钟，脖子就会明显的放松。快快将这么好的方法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他们从此也摆脱颈椎酸痛的困扰。我是 Jack， 踏踏实实分享健康，让我们在健康路上不迷路。